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啊，听这个佛法呀，时时都愿意听，没有一个厌足的时候。菩萨听闻这个佛法，那种欢喜听的，就和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啊，看 TV 那么诚心，甚至于啊，比那个还更诚心。所以无厌足，没有厌足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电视是，我今天看看不够，明天又要看，后天又要看，总是想要看。其实看来看去都是在那儿虚虚妄妄的，在那儿做戏呢嘛。但是这个人的，就是啊，执着这种的境界，越看越迷，是越迷越看，看得醉生梦死，永远呢也拔不出腿来。能生实相智慧灯啊，你修行啊，听闻正法，这个正法能生你这个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的宝灯，此恒于是普照恒。这就是啊，叫做啊，普照世界的一种光明的恒。十方诸佛无有量啊，佛不是一位佛啊，有十方三世一切佛。你们要问有多少佛嘛，你要知道有多少众生，就是有多少佛，佛就和众生是一样那么多。所以啊，无有量，没有数量那么多。众生你说有多少，也没有数量。一念一切悉能入，一念能啊遍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道场，心恒不舍诸如来啊。可是啊，虽然到诸佛的道场里边去，可是那个本身还没有动。慈祥菩提大愿恒啊，这就是啊一种啊修菩提的大愿的一种法门，能入诸佛大众会呀、啊，能以呀、啊、以这个神通智慧呀、啊，普入诸佛的大众的会道场里边去，一切菩萨三昧海。这就是啊，一切菩萨都有这种的正定正收，愿海即方便海，也是菩萨的大愿海，也是菩萨的方便海。此恒于是帝王恒啊，这也是啊一种帝王的这种恒门，一切诸佛所加持。得到一切诸佛呀来加持护念，尽未来际无边劫，尽未来际无边那么多的大劫啊，处处修行普贤道啊，无论在任何的道场、任何的世界、任何的场所，都修行啊普贤菩萨这个道，此是菩萨分身恒啊。这就是啊菩萨一种分身无量的这一种恒门。见诸众生受大苦，菩萨见证所有我们这个众生在这儿啊受这种生死法
烦恼，这种的大苦，其大慈悲现世间，所以菩萨生出一种大慈悲心来示现到这个世界上来。严法光明除万明，菩萨演说一切的佛法，放这个智慧光明，把这个世间一切的黑暗把它除掉了。此是菩萨智日恒，这是啊修行菩萨道的菩萨一种智慧之日啊，这种修行的法门。见诸众生在诸取啊，菩萨见到的众生啊，在这个一切诸取里边，这一切诸取就是地狱取、恶鬼取、畜生取、恶修罗取，堕到地狱里的众生才能自受一切的苦，而没有啊一点的快乐。恶鬼里边也是，这个畜生里边呢也是很苦的。所以啊，众生在这个诸恶取里头啊受这个苦啊，为地无边妙法。所以菩萨呀、啊、就修行啊种种的这个六度万恒，然后啊成就自己的道业，来呀、啊、转妙法轮，来教化这一切的众生，令其永断生死，使令众生啊把这个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头出头没，在这生死流里边。此是修行普贤恒，菩萨这样啊，就所以啊修行普贤恒来呀、啊、救度一切众生。菩萨修行此方便的，菩萨修行啊种种的善巧方便法门，随众生心而现身。他呀观机斗教，因人说法，因病于药，来呀随众生的心念而示现的种种的身。普于一切诸取中啊，菩萨呀在一切诸取里边，化度无量诸寒食啊，他化度啊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寒食，以大慈悲方便力啊，以这种啊大慈大悲的大愿大力这种方便的力量，普遍世间而现身的，普现呢到所有的众生的面前去，来呀、啊、教化众生，随其节欲为说法呀，随众生的根性，他能明白多少就给他讲多少啊，众生明白多多的就讲多一点，明白少的讲少一点，明白深的讲深一点，明白浅的讲浅一点。所以随其啊解欲，他明了的，他所欢喜的，来为他啊说一切的法，节令趋向菩提道，令所有的众生啊都啊趋向这个脚道，将来成佛。
在这个时候，这个释迦巨波的女说此颂矣，说这个颂完了之后，告善财童子，告诉善财童子就说了，说善男子啊，我已成就啊，观察一切菩萨的正定正受地中海的解脱门啊，我啊在以前呢修成就这种的法门。善男子，我已成就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解脱门。善财言，大圣，此解脱门境界云何？答言，善男子，我入此解脱，知此娑婆世界佛刹微尘数劫，所有众生于诸曲中死死生彼，作善作恶受诸果报。释迦巨波说，善男子，我呀，释迦巨波已经成就观察所有的一切的菩萨的正定正受海。为什么说是海呢？就因为这个三昧太多了，所以叫海。解脱门这种呢，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无人无我，这种的解脱门。善财也，善财呀，就说了，说大圣，说大圣人，此解脱门，说这种的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无人无我，无是无非，这种的解脱门呢的境界云何？它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答言，释迦巨波大他就说了，说善男子，我入此解脱，说我证得了这种的解脱的门，我呀就知道这个堪忍的世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微尘数劫，堪忍世界的佛刹微尘数劫，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九类的众生，于诸曲中啊，他在这个天道、人道、恶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个种种的曲里边，死死生彼，从这个地方死了，又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从中国死了，又生到美国；从美国死了，又生到苏联；从苏联死了，又生到日本。那么在这个轮回里头啊，总是转来转去，死死生彼的，死彼又生死，在这个轮回圈子里头转来转去，回者做善事就升到天上去了，
回来做恶事就下了地狱了。那么他受做善就得善报，做恶就得恶报。啊，有求处理，不求处理。回来有的众生在这个三界里头，欲界、色界、无色界，教他苦了，就愿意啊求出离这个三界。啊，或者有的众生啊，在这个三界轮回里头，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教得呀也很好玩的。所以就不求出离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有的众生就修正定的，修正知正见。有的众生呢，就学习这个邪定，存了一些个邪知邪见。什么叫正定？什么叫邪定？譬如你叫人不杀生戒杀，这是正定；不偷盗，这是正定；不邪淫，这是正定；不打妄语，这是正定；不饮酒，这都是正定、正知、正见。守这五戒。什么叫邪定啊？他就是啊，明明杀生是不对，他要杀生，或者甚至于自杀；明明知道偷盗不对，或者呀，他就去偷；或者呀，叫人家偷，或者自己偷；明明知道邪淫是不对，他回来去叫人邪淫，或者是自己邪淫，这也是邪定；明明知道打妄语是不对，那么回来他叫人家打妄语，或者他自己打妄语；明明知道啊饮酒是不对，那么他回来叫人家去饮酒吃这个迷魂药，或者他自己也去饮酒吃这个迷魂药。这都叫邪知邪见邪定。既不定，或者呀又不正不邪的啊，你说他正吗又不正，你说他邪吗他又不邪，这是不定，这叫不定。也不善不恶啊，有烦恼善根，或者呀种这个有烦恼的善根。咱们叫有烦恼的善根呢，比如做善事啊，不应该去啊求名求利啊，和人家来比赛。那么他做善呢，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名，或者呀得到什么好处啊，去和人家比赛来做善，去和人竞争来做善，这叫有烦恼的善根。或者无烦恼的善根，那么做这个善事啊，啊，所谓善于人间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那么做善事啊，不求人知啊，不求人知就是一种阴德，做一种阴德的事情，所以那个也没有烦恼，没有一种比赛心，没有一种竞争的心，无烦恼的善根。具足善根，或者具足圆满这个善根，或者不具足圆满这个善根，或者呀不善根所舍善根，动这个不是纯粹的善根，但是啊
可也所说的是纯粹的善根啊，善根所说的不善根啊，有点重的善根所说的所得到的果报啊，是不善根。入世啊，所记善不善法，善法或者不善法，我皆知见的，我呀都知道清清楚楚的。又比劫中啊，又在那个微尘数劫里边呢，所有的诸佛名号啊，四谛，他哪一位先出世，哪一位啊后出世，佛系了之啊，我都知道。比佛世尊，这一位佛呀，世尊从初发心即方便，从那个最初发心和他所修的方便法门，修一切的智慧，修一切的大智大慧啊，出生一切的诸大愿海，出生啊这个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大愿海，供养啊诸佛，供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菩萨行，修行啊这个菩萨利人呢、啊、这种种的行门，成等正觉，成佛，转妙法门啊，然后现大神通，化度所有的众生，我系了之啊，我都啊知道的清清楚楚。一至彼佛众会之别，其众会同犹度众生，即声闻称而得出离，即声闻中过去修习一切善根，及其所得种种智慧，我悉了之。释迦俱波说，我也知道啊，前面所说的那么多的佛众会识别，这个法会道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其众会中，在他这个法会道场里边，有诸众生啊，有这个二乘根性的人，一声闻呢这个法门而修行，而得出离，才能出离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个声闻众的这种的众生，过去啊他也修习一切的善根，和他所得到的种种的智慧，我悉了之啊，我也都知道。有诸众生以独角称而得呀出离，依照这个修十二因缘法这个独角的圣人而出离这个三界的，在这些个独角称的众生里边，所有的众的善根所得的这个角道，这个寂灭解脱和这个神通变化，成熟啊所有的众生入于啊大般涅槃，我悉了之，我都啊知道很清楚的。以至彼佛诸菩萨众，在法会里头呢有这个菩萨的众，
这所有的这个菩萨从一开始发心修习啊，这个种种的善根，能出生啊无量的诸大愿恨，成就满足啊一切到彼岸的这种功法，这种种的庄严菩萨这个道，以菩萨这个自在的力量入啊到菩萨这个这种果位，助于这个菩萨的果位，观菩萨呀这种的果位，敬菩萨呀这果位，那么菩萨地的这种相状，菩萨地的这种智慧，菩萨所说的这种智慧，菩萨教化众生的这种智慧，菩萨建立啊的智慧，菩萨广大修行啊这个境界，菩萨所具有的神通，修行啊菩萨这个三昧的大海，乃至菩萨的方便，菩萨的在这个念念之中所证入的这个三昧海的这种境界，所得的一切的智慧光明，所怀的一切呀智慧电光明云，所得的这个实相忍这种的道理，所通达的一切的智慧，所住的这个刹种种刹海，所证入的这个法海，所知众生的海，所住的方便，所发的誓愿，所现的这一切神通，我细了之，我都啊清清楚楚的明了。善男子，此娑婆世界尽未来际所有的劫海，辗转呢不断，这种劫海我皆了之，我都啊知道。入知娑婆世界，好像知道娑婆世界，以知啊娑婆世界内的所有的微尘数世界，也知道娑婆世界内一切世界啊，以知娑婆世界微尘内所有的世界，也知道娑婆世界外十方啊没有间断的所住的世界，也知道啊娑婆世界和世界种所说的世界，也知道啊毗卢遮那世尊此华藏世界海中十方无量的诸世界中所设的世界，所谓世界广博，世界的安利世界的轮，世界的场，世界的持别，世界转，世界的莲花，世界的须弥山，世界的名号，尽此世界海，尽这一切的世界海，一切的世界
有毗卢遮那世尊本愿以前所发的愿力的故，我悉能知啊，我都啊，只能知道，也能意念，一念如来往昔的所有诸因缘的海，所谓啊，修集一切的诸乘方便，无量的劫种行这个菩萨所修行的横净佛果度，教化所有的众生，成事一切的诸佛造立啊住处，听受啊这个说法，得到啊一切一切的谄媚，得到啊神通自在，修啊这个布施波罗蜜，证入这佛的功德海，或者修持戒的波罗蜜啊，修种种的苦恒，具足啊诸忍，具足一切的忍力，勇猛精进啊，勇猛精进，成就一切的禅波罗蜜，圆满呢清净的智慧，于一切的处示现受生，行普贤菩萨的横愿，悉皆清净，普入诸刹，普净啊一切的佛度，普入一切如来的智慧的大海，普摄一切诸佛的菩提道，得到啊如来的大智光明，证得呀诸佛一切的智慧之性，成等正巧转妙法轮，及其所有啊道场众会里边的境界，其众会中一切众生住世啊以来所种的善根，从初发心成熟啊众生修行啊一切的方便，念念增长啊，得到一切的诸三昧门啊，得到种种的解脱神通，如入世一切我悉了知，我都知道，何以故呢？我此解脱门呢，能知一切众生啊心横，一切众生啊修行的善根，一切众生杂染或者清净，一切众生种种的持别不同的境界，一切声闻诸三昧门，一切的圆角所修的寂静三昧神通的解脱，和一切的菩萨一切的如来所得到的解脱光明，皆了知故，我都是知道，都明白。二是善财童子拜具钵言，这是啊大圣者，你得到这种的解脱门呢稀久如，有多久了？到现在答言据波女啊，就答善财童子说了，说善男子啊，我与往事，我在啊过去的时候
经超过呀佛刹，为陈述那么多的大劫。哎，那时候啊有一个劫，这个劫呀的名字就叫圣恒劫。那时候的世界名字呢就叫无畏，这没有啊恐怖，比世界中啊，在那个世界里边有四天下名为安稳，这个四天下叫安稳四天下，其四天下阎浮提中啊，在南阎浮提里边有一王城啊，名字叫高圣树城，有80个王城，他在这80个王城里头啊，他是一个最好的，最为上手的。彼时有王，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国王，这国王名字呢就叫财土国王，希望具有60000的才女，有60000那么多的才女，500个大臣，500那么多的大臣，有500的国王的王子，在这个王子啊，每一个王子都是啊非常勇猛强壮，勇猛善战，能服怨敌，能以啊把这一切一切的敌人啊都给吹服了。齐王太子，这个王啊有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名字叫威德主，有大威德，有端正啊殊特相貌啊，也生得威猛啊，端正很威风的，很特别的，人所爱见，因为啊他有威德，所以相貌啊非常圆满，人人都欢喜见这位国王的太子。足下停满轮相，这个王的脚啊双足有千副轮相，背具背具啊，那么非常圆满具足，足腹隆起呀，这个脚也生得非常饱满，非常的好，手足指尖呢，在这个手的指尖和足的指尖皆有网蔓的，对吧，生的这个纹呢非常的好看，好像网脉一样，足根齐整，这个足的后根呢也非常的圆满，手足柔软，他的手啊手软入绵，所以兜罗绵手，足也非常软，是一种跪相。伊尼耶路王团其处圆满，犹如路王啊圆满，阴脏隐秘，这个阴脏呢也隐秘，其身上分，
这个山的上分有狮子王啊，两肩平满，两个肩膀也非常平满，双背又长，这个背啊也很长的啊，所谓双手过膝，身相端直啊，这个太子的身相也端直，颈纹三道，这个脖子上有三道的纹，夹入狮子啊，那个面颊好像狮子的面颊，距四尺尺，普通人都36尺，佛呢是40尺，清凉果实也40尺，细节奇密，这个牙呀既整齐又洁白，四牙鲜白，口唇这四个牙也非常鲜白，七舌长广，这个舌头啊也是广长舌，出凡音声的，讲出话就像通中似的，就像那个法器似的，好像啊做天的音药一样，眼目干清的，眼呢眼珠啊的干清色的，洁如牛王，那个眼眉毛啊好像牛王那个，眉间毫像，眉间又有白毫像光，顶上又有肉髻，皮肤啊也细软，如真金色，好像真金色那么黄色的，身毛上眉，这个身上的毛啊都向上的竖着，发髻青色，发也长得髻青色，体身红满的，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圆满雄壮，如泥居驼树，好像这有一种树非常的直好看，这个太子的样子啊也就好像这棵树似的，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好像你在佛堂这儿修行，这是善呢，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发脾气，又没有忍耐心，生很多烦恼，不能忍，这就是烦恼的上根，无烦恼的上根，你在道场里头修行，既没有脾气，又能忍耐，又能勤劳功苦做，做什么都是欢欢喜喜的，什么烦恼也不生，又能持戒，又能忍辱，又能精进，又能禅定，就得到智慧了，这就是无烦恼的善根，善恶夹杂，你在道场里头修行不要错因果，可是你还是染污心那么厉害，常常打不正当的妄想，这就有一种不干净的业报，你在道场里头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就以为随便打妄想可以，这叫染污念头，把这个清净的念给遮过去了，善恶夹杂，清浊不分，
所以有种种的说法。你要问粗了讲是很粗的，要问详细了研究就很细的。所以无论做什么，你差之丝毫，仅有之千里。为什么你修行也没有成就？就因为啊，这个妄想太多了，也浪费了很多汽油，把汽油都用干了，这个能源也缺乏了，把地里头的汽油啊，都用光了，这个世界上啊，就没有汽油了。为什么要两个相？两个相，这是表示他有福有慧，福德也圆满，智慧也圆满了。这是他过去修的善根也多，所以一切一切都很特别的，这叫大人相。三十二种大人相，这样没有什么，就是他做的功德做多了，修来的，修福修慧修来的。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圆满的相好？就没有修的结果，今天的结果呢，他是单单开花不结果的啊。那结果的话不可以决断。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啊？谁问？不才。不才。不在是在的在。因你种因就结果，种因结果这个缘就受这个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恶果。这就是因缘。和合的是很多种缘聚会到一起，和合，众缘和合。在这个中美佛教总会成立这个金山寺以后，又有这个国际经学院，然后啊，生出来这个万佛城法界大学，又有洛杉矶啊金轮寺，西雅图啊国际达摩中心。那么各位啊，不要以为有这么多的地方就可以啊随便呢浪费啊金钱了。那么还要啊尽量的节省，能省的地方我们就省，不能省的地方不需要省。好像我们吃东西，我们不需要尽量买一些个很贵的东西来吃，我们也不需要买那个最便宜的东西来吃。你不买太贵的，也不买太便宜的，这是啊中道。中道法，这是咱们修行人应该知道的。好像用车，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能源的问题，非常的紧张。
人吃的东西还有呢，可是车吃的东西就要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就因为浪费太多了。所以你们各位深深的要了解，我也是愿意坐车的。为什么我在万佛城里边我不愿意坐车？也就是响应啊这国家解药能源这个道理，而不要因为我一个人浪费很多汽油。所以我一搬到万佛城来呀，我就发表这种意见，也就是啊帮助这个世界上省下一点的能源来，好多用一个时期。我是这样，那么你们各位就不这样子，也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无缘无故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常常呢用一个车跑来跑去的，这是啊用车的问题。你常常用这个车，这个车也就会快一点。你要保护它多一点，节省一点能源，又保护这个车，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用车的问题，我们要尽量的节省能源。还有这个长途电话，你不要听啊，说是哦，三藩市大学一个月用了30万的电话费，我不相信这个话。我怎么样也不相信一个月电话费会用30万，3万块钱这马马虎虎的回的是可能的，30万这个数目太大了，这未免呢夸大其词。那么他用30万说我们可以啊用了300也不算多吧，俺们不能的，和人家来竞赛呀，这个电话用的数目多。所以你会做事的，处处都要节省；不会做事的，处处的浪费。金山寺和万佛城，不要一点小事也打个电话，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等着着急的，一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长途电话？没有事情干了，打个长途电话，这就补充你的工作不足了，这算你有工作了。咱们这个长途电话没有十分要紧的事情，谁也不可以打的。你要知道道场里的不一定有很多钱，就很多钱也不能把这个钱浪费在这个电话上，尤其打长途电话还去找人在那个电话等着，你不讲话那个等了半点钟就要给半点钟的钱，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所以我们这个电话华盛顿台那个电话想要革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电话长途电话用的太多了，好像啊你们要不打一个长途电话这个仇就没有报，不浪费道场一点钱呢，这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好像是这样。二是太子孝父王家与世间才女以象牙园又观戏了，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太子
行受他父王的教诲，从这十千的才女，就一万分多的才女，即香牙园，到这个香牙的这花园子里，又观喜乐，在这花园子里呀、各处去游玩，看这个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一切一切的这种风景，又在这个花园子里呀、或者在那儿跳一跳舞，或者在那儿打一打球，或者呀在那儿游一游水，做这个种种的游戏的这种的娱乐的，在这玩。太子是时啊，这个太子这个时候称妙宝居呀、他所做的是一个用七宝庄严的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车，汽车具有种种颜饰，这个车子啊有种种的庄严啊，指大摩尼狮子之座，在这个车里边呢安装一个用摩尼宝做成的这个狮子的宝座，坐其上。这个太子啊就坐在这个车上，有500呀、常常来服侍他的才女，各执宝绳，就拿着一条那个七彩的宝绳，牵鱼而行啊，牵着这个宝车呀、走。这个车不是用汽油的，也不是用马车，是用人呢来拉着这个车，禁止有度。那么这个人拉这个车呀，走往前走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这种仪式，停止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法度啊，不迟不速。这个车呢走的也不快也不慢啊，这个人坐到这个车上啊，就好像这个车没有动弹似的，还在自己的床上坐着一样。百千万人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赤珠宝盖呀、手里拿着这个宝盖，百千万人赤珠宝床啊，又有啊不知多少人，百千万那么多的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宝床，又有百千万人呢吃珠宝幡，拿着这个宝幡，又有百千万人呢做着一切的祭药就是阴药，又有百千万人烧烛明香天边呢烧着这个最名贵的这种香，又有百千万人呢散珠妙花，在这个太子的车上边呢撒这个妙花，前后围绕。这个人呢在前边后边怎么围绕着，而为鱼虫都要做他这个随从道路平整这个道路
比咱们这个修的这马路更平坦，更好。无有高下，也没有高的地方，也没有低的地方。众宝杂花，有很多的杂彩的花散布其上，散布完这个车子上。宝树行列，有这个很值钱的、很美丽的这个树啊，一行一行的，一列一列啊，宝网衣服啊，又有这个种种的宝网在上边呢遮盖，种种楼阁。有种种的楼阁，这个楼阁不是一样的，有西班牙的楼阁啊，有葡萄牙的楼阁。这比方啊，不是说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啊，又有啊英国的建筑物的样子，又有美国的建筑物的样子啊，很古老的样子也有，很新鲜的、很摩登的样子也有，这种种。眼目其间呢，有的这个楼啊是很长的，啊，有的楼啊又是很宽的，啊，有的长的，有的又是宽的。有的又是高的，有的又是矮的，那么种种的这种模型不同，种种样子不同，在这个里边，在这个园子里边，其楼阁中，在这个楼阁里边呢，会有几句种种的珍宝啊！你听到这个经啊，切记不要生贪心，所以。那么多珍宝钻石在那个地方，我去拿一点好不好？那不可以的，你不要生出一种贪心的。会有寄居，人家那寄居都不知多久了，几千万年了，在那种种的珍宝，什么宝贝都有。会有啊陈列，又有啊博物馆，在那陈列的种种的庄严珠庄严具，一切的好看的这种东西。回有啊供奢啊，种种的饮食在那儿啊，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有啊，啊，简直的啊，你一到那一看见呢，哎，那些个饮食啊就会流口水了。啊，你现在要想啊，一打那种妄想啊，也就流口水了。哎，会有全部种种的衣服，哈，那个地方啊，又有最最名贵的衣服的料子也有，啊，会有啊，贝尼，诸之生物啊，一切啊预备的。一切的支撑的物，就是生活必需品。回有安置端正女人，回的在那有一个 scotch， 有一个端正的女人的像，在那既以无量铜谱啊，回的有无量的铜谱在那刺铜，在那这个服饰。虽有所需，你啊无论愿意什么，悉皆施予啊。这个安置啊端正的女人在那预备的，给你，你要什么，她那需要什么，她就给你什么。所需不单呢是这个 scout， 也有啊这个生的人在那个地方来照顾一切的事情，所需悉皆施予，都不是给你。只有某人呢
时，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做人母亲的，名为啊善县，名字叫善县母，想一童女呀、啊，带着她一个童真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名字叫具足妙德啊，这个童女啊，那叫具足妙德童女，颜容端正啊，非常的漂亮，色相严洁，她的相貌生的端正啊，美丽啊，也非常庄严，也非常的洁净，红鲜，她这个皮肤啊长得都很红，很饱满的，手啊也很纤细的，纤细得所，红鲜得所，就是啊也不太肥也不太瘦啊，也不太高也不太低，正恰到好处，修短合度啊，身体呀、啊、也不太高也不太低啊，合度，目发干青啊，这个眼睛啊和头发都是干青色的，声如梵音，说话的声音呢犹如啊梵音那么好听，善达工巧啊，善于明白一切的工作啊，这种巧妙啊，德容言功啊都是恰到好处，哎、啊、精通辩论呢、啊、不单相貌长得好，也辩才无碍，哦，你谁讲道理也讲不过他，恭勤礼谢啊，他又啊做事又恭敬其事，又勤俭，不懒惰，匪一切就是什么时候也不懒惰，很勤俭的，思敏不害呀、啊，他心里啊也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不杀害一切众生，具足惭愧呀、啊，他也知道羞耻，知道惭愧，不是啊啊，这个女孩子也无廉无耻，也不知道啊怎么样守这个品行啊，他知道羞耻惭愧，柔和知止啊，柔和，对任何的人呢他都很柔和的，像棉花那么柔软，像水呀、啊，那么柔软，知止，知止啊，啊，他也不打妄语，讲话呀也老老实实的，是讲是真话，不打妄语，愚痴法欲，他没有这个愚痴的心，离开这个愚痴的心，寡欲，寡就寡少。寡少这个欲念啊，不能说没有欲念，有是有，但是它少了啊，寡寡欲啊，嗯、啊、就是把自己的妄想也少了，这欲念也少了，无主谄狂啊，他也不谄媚于人啊，也不啊打妄语，乘妙宝车呀啊，坐在啊这个妙宝车上，才女围绕，也有很多的才女围绕着他，基于其母和、啊、他这个母亲啊，从王城出，从这个王城啊就出去了，先太子行啊，在这个太子的前边呢走，见其太子啊，那么他出去了，然后看见那个太子从城里边也出来了，言辞风流
他所说的言辞啊，言语啊，都和这个诗一样，和这个歌词一样，说出话呀，出口成章，一说出来啊，这话就好像唱歌那么好听，风涌，心生黯然的，他大家从来也没有看见这么漂亮的男孩子，这一下子看见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美男子，这个太子心生黯然，心里打这个太子的妄想，你们各位研究研究，这个女孩子一见着了男孩子，向男孩子投降了，也不知道这个男孩子对他有没有一种爱心，他就生出了一种爱心的，这个男孩子有的这些个没有定力没有智慧的这个男孩子，也见到女孩子也大妄想，也生出这一种黯然的这种思想，你说这是谁教他们的，是不是他妈妈教的或者他爸爸教的，没有人教，也没有拜一个教他们怎么样生黯然的心这个师傅，他们自己就会了，真是莫名其妙，生了一种黯然了，就对他妈妈就说了，尔白母言，我心愿得敬师此人呢，说我现在心里啊，我愿意得到这个男孩子，若不随情啊，要是啊我得不到他的话，当自陨灭呀，我就要自杀了，我就要服毒死了，我就要悬梁了，又要跳井了，又要投海了，我用种种的方法或者服毒我就不活着了。母告女言呢，这个母亲呢一看自己的女孩子这么样子颠倒啊，就给对他说了，说莫生此念呢，说你傻孩子啊，你不要生这种的妄想喽，何以故呢，为什么呢，此身难得呀，说这个事情办不到啊，此人具足轮王诸相啊，说这个人呢他是广的太子啊，他具足啊转轮圣王的这种德相啊，后当慈位啊，他将来啊要做皇帝的做转轮王啊，他要做转轮圣王，有宝女图啊，他要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宝女，腾空自在，他又有一个宝车，可以随便的在空中游行，腾空自在，我等卑贱啊，说我们呢不是贵族的人呢，我们很卑贱的，非其皮偶啊，不是啊可以和他做皮偶的是结婚的，此处难得呀，这个地方啊是不容易的，勿生是念呐，说你这种的思想啊是达不到的，离香鸦园呢，这个香鸦园还有一道场，有一个道场，名法云光明道场，时有如来。这个时候啊，有一位佛，名圣日身，这一位佛叫圣日身佛，时号具足，他有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横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十种的
名号具足，狱中出现呢，在这个香牙园呢出现，一应其日啊，一应其日了，十比童女呀、这一位童女暂时啊，假寐，暂时啊，在这个地方休息睡觉，假寐，借那个地方啊，在那睡觉，梦见彼佛呀，在梦里头见到这佛了，从梦搅已啊，从这个梦里头醒了之后，空中有天耳告之言呢，在空中啊，有一个天神就告诉这个童女就说了，说圣日山如来呀，这个佛呀，于法云光明道场啊，成等正觉，他已经啊，在那成佛了，成佛了，已经七日啊，已经有七天了。诸菩萨众前后围绕啊，这又有啊一切的菩萨大众在前后围绕，有天龙夜叉、前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切、梵天，乃至筛九境天诸地的神啊，有地神，又有风神，又有火神，又有啊水神，又有河神啊，又有海神，又有山神，又有树神啊，又有啊这个园林的神，又有啊药草的神，又有主城的神等等，为见佛故啊，他们都啊为着见着佛，皆来聚会呀、都到这个香山园来了。啊，是妙德童女啊，这时候这个妙德童女梦读如来啊，她在梦中啊看见过佛啊，闻佛功德，也听见佛呀的功德。啊，如其心安稳，无有怖畏，说你心里啊很平安的，不要怕。于太子前而说颂言，在这个太子前边呢来说这个偈颂。